我结婚的时候有好多朋友都没来，所以今天他们正好有时间，我请他们吃顿饭。啊，谁来是你哥？啊，然后昨天从济州岛回来呢，一直在家忙了的，然后等明天我再哄你回娘家。啊，知道。阿妈。啊，知道，我马上就去家了哦。嗯。啊，完了就几百多块钱在那。是我明天去妈这儿，后天呢去我妈那儿。啊，完了你就明天回来你俩，完了就回家呀，不搁这儿住了。不在这儿住了，还有别的事儿呢。啊，是吗？嗯，因为结婚的事儿还没处理完呢，当时来的时候也没照顾好，后期都得照顾到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嗯，那好了吗？啊、明天回去啊。啊，好了。嗯，好了，拜拜。哎哎，拜拜。媳妇儿、嗯，别人回娘家都是上午，咱俩回娘家是晚上了。那玩意儿哪有规定说必须上午回去的？我妈上班了，你回去也没有用。上午回去好。家里没人，那你去干啥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我是大胖。今天准备跟我家大胖回娘家，结婚了，第一次回去。嗯。也不激动是吧？有啥激动的，天天来回走，离得近。嗯，离得也不远，开车12公里，但是开车时间比较长啊，得1个小时。堵车。嗯，上首尔的话，堵车。现在我俩准备出发。1个小时啊，堵车，出门就开始堵。看这边，全是红线。妈做臭酱汤啊，哎呀，这吃点饭老好了，再吃点咸菜，豆角也好了，准备开饭。快吃饭吧，等会儿都让红给吃没了。那啥呀？嗯。先吃饭吧。这小粽子他妈做的。哪个？这个。嗯。好吃。好吃吧？嗯。不咸呐，不咸，吧，豆角也好吃。你妈比卖的
荠菜粉。你弄个卡西拉，冬粉还是那白菜。那个这个中寒蛋啥个成？寒蛋多少？就炒猪蛋炒的寒蛋，加个啥个做起来个加。哎呀，粗呀，那就个晚餐，这个粗嘛都不是。你吃吗？啥呀？小葱。这个辣。找派我吃呢。找派。拿走啊。拿呗。拿吧。这买这不客气啊。回家能花了就花了。你是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哈。哎，咱们那不是了，都自己家人嘛。别了呀。这明太鱼皮也是妈做的，不是那个是买的。嗯，也好吃啊。哪有明太鱼啊？明太鱼你爸不吃呢。嗯。行。记得老师这天气暖和多了。嗯。这边一到金浦，老冷了感觉。第二碗汤了，太好喝了，下饭了，再配点这小葱咸菜、荠菜粉啥的，真下饭。这豆腐这么嫩呢，好吃。你家买？我爸买的，那还是我爸做的呀。买的材料好。你下班有告诉你干啥要买一个？就吃点这家常菜，比大鱼大肉好多了。咱俩上济州岛玩去。嗯。都没吃啥好玩意儿。吃这都没有家里饭菜好吃，都大鱼大肉吃猪肉了，昨天就那样，刀鱼，嗯。